我们今天又到狮鸥王庄了，不过今天卡西欧给我们个好玩的东西。这一次今年2017年这个卡西欧也出了非常多的机子哈，啊，包括因为我对卡西欧没有很多的了解，啊 TR 我记得出了 TR750 全钻了啊，女生最爱美颜神器。TR 的机型啊，像小妹子们都会把机子贴得这么花花的，不知道女生怎么想。真的那么好吗？没事，我们到时候看。凶哦！这个在我们城市这边，这个卡西欧的总店啊。FR系列 配件，哇，好多配件，可以加个蛋，还可以加黄型灯，然后还有支架，哇，可以绑在胸前，哇，可以绑在头上，还不错，有线控的，它这个下水，啊，好多颜色，哇，漂亮的，哇，我看到妹子屁股了，哇，好棒。我们现在离开，准备去找好吃的，哈哈，民以食为天嘛，对不对？芥末炒饭，对不对？今天拿到一台卡西欧的这个哈，刚刚我们趁着这个吃饭的时候，给大家做一个开箱，先打开看一下里面什么啊？包装还是可以的啊，海绵，然后这是它的镜头，哎，怎么掰啊 ？OK， 慢慢拿，然后这是它的机身。哎，这还有个快扣背带，怎么样？然后这个是数据线，然后说明书、保修卡，然后还配了一个1/4的螺口，然后这个是充电器 ，FR100， 很不错的。跳过，啊，一定要设置啊！哎呦我的天，走出去！我还没设置啊，我现在还没设置啊。对，他现在默认了，我还没设置。等回去好好设置一下。
可以用这个拍 vlog， 应该也挺方便的哈。哇，又是满满一桌菜哦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有，好吃吗？好啊，好吃吗？你们的菜单都看见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那不跟你们聊了，我要继续吃饭了。